主料，白砂糖50克，青梅40克，冬瓜条40克，杏脯40克，圣女果干40克，割桃仁40克，花生仁40克，腰果60克，松子40克，黑芝麻20克，桃胶60克，葡萄干40克，色拉油90毫升，热水60毫升，面粉20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材料大集合，果脯类切丁备用，腰果、松子、花生仁核桃进烤箱烤10分钟备用，面粉进烤箱烤10分钟备用。切丁的果脯加糖搅拌均匀，加入凉透的面粉搅拌均匀，倒入糖浆色拉油搅拌均匀，加入热水搅拌均匀，倒入芝麻搅拌均匀，加入烤制后切碎的坚果，成品出炉。烹饪技巧，做好的五仁馅是要用来包月饼的，所以我人还是切小块点比较好包，我偷懒没怎么切，包的时候很容易弄破月饼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